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看来不光齐解师的身份是假的，这 4S 店也是假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哎，你说这胖子到底能跑到哪儿去啊？人家就让你修一下轮胎，你怎么把电瓶给我换了？不是老板，他那车电瓶已经不行了，关键骑路上没电倒是小事儿，别炸了呀。要你多管闲事儿啊？炸不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以后别再多管闲事儿了啊。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，怎么找了你这么个废物？就你这小破店能请到胖子就是烧高兴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俩是来找你的，不干了，走。哎，我说你们俩什么人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这胖子是我们的兄弟，当然管我们的事儿。就这胖子是你们兄弟呢？修个电瓶车以为自己修赛车呢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修赛车的。哎，干干，不干，走。整天没事给我找事儿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这人就这么说话的，我们就是不干了。滚蛋！胖子，快！你别跑啊！站住！跑了？就是，见到我们俩不高兴啊？够！不好意思了是吧？好意思。知道我们俩找你找多辛苦吗？你不知道陆姐有心脏病吗？万一出事儿怎么办？你才出事儿！心脏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才抛弃我。你们。怎么找着我？陪你打一宿游戏的就是陆杰。终于输给我了吧？啊！你看你，扭扭捏捏的，以后别跑了，抱一个。抱一个。哎，怎么样啊？这地方还可以吧？哎呀，哎，你也别说，你们这地儿啊，够寒碜的呀。说什么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正打算改造一下呢。哎，你赶紧搬过来啊，改造工程就靠你了。我刚回来就欺负我是不是？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哎，干啥？不是你不该将功赎罪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俩都设计好了，你就动动手而已。好好，我弄，这家没我能行吗？是吧？胖子，我越想越生气，你这一声不吭就跑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没这么简单就原谅你。就是，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呀？又转回来了？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杰森怎么样了？糖糖呢？糖糖，来，干嘛呀？我真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陆杰，对不起啊！我要是知道会出这么大的事儿的话，我怎么能我还回我？这些不怪你。好了，我今天也破个例，为我们三个少爷能够重新相聚和重新开始，干杯！还愣着干嘛呀？来，干杯，干杯！呼呼，胖子，咱俩再喝一个。我今天超亮了。不，你不喝我喝。陆姐。你也够狡猾的啊，就喝了一口啤酒你就敢喝牛奶了。嘿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不能喝多，我还要保持清醒呢，
因为接下来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？你说出来吓我。什么？我要参加天使。糖糖，我马上就要去赛车现场报道了，想想就很激动哎。是挺激动的。我会努力成为中国最好的赛车记者。你会的，中国最好，不，世界最好的。主编，我已经准备好，随时出发了。好，糖糖，你需不需要再考虑一下？这个版真的很需要你。不了，谢谢主编。主编，我再不出发可就迟到了。啊，去吧。糖糖，再晚我可就真来不及了，所以呢，这堆资料就麻烦你帮我送到我桌子上了。都不说谢谢。Thank you.
他们呢？不，谁赢？哎呀，他们赢了。我，这车谁开的？哎，国内也有这么厉害的车手？认谁啊？车手了，他的脚好了。他的脚，八成是动了手术吧？这种情况下手术可是很危险的，弄不好会飞一条腿的。为了赛车，他也是够拼的。陆杰，你不是要找天野吗？怎么不抓住他跟他说话呀？陆杰，我这车好不容易借的，你别给我摇坏了，我还得赔。不就一辆车吗？过两天看到我爸让他买一辆，到时候随便开。好，行了，这么大个事儿，让他好好静静。陆杰，你歇会儿，你不累啊？哎，胖子，我手机没了。胖子，我手机好像落在天使车队了。你陪我回去找找呗。你找找，你刚才没有，我找了，你看你。哎，陆杰，那个我手机落在天使车队了，我让胖子陪我回去找找。去吧，走吧，快点儿。知道了，别拽。哎呀呀！给你做的早餐。哦，我新买的一个锅，可以煎出小熊模样的荷包蛋，可爱吗？啾啾。哎，你这煎蛋的技术可有待提高。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千挑万选出最好看的几个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是为了试验这个锅，把我们家鸡蛋全给煎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真的呀。啊？那没煎好的那些呢？我吃了呀。你是猪吗？
香啊！就让吃。哇，于师傅，哎呦，这么多好吃的！煎蛋就煎蛋，你玩什么花样啊？这怎么这小熊一只耳啊？你要是嫌弃就别吃啊，自己做去。我不嫌弃，嫌弃食物是一种罪过。这一只耳给我。你们两个吃的，我说件事儿。今天呢，我好像看见唐唐了。他也在这座城市啊？你确定吗？虽然我没有看见正脸，但是我敢肯定，那个就是他。先是遇到天野，然后又看到唐唐，他们不会是在一块儿吧？闭嘴。好咸！嗯，看来陆杰还是没有放弃唐唐。你说万一呀、啊？万一你说天一个唐唐？哎，我说万一、哎，他俩有没有在一起？等找到唐唐不就知道了吗？再说他也在这座城市，总能找到他的。好吃，这土豆丝儿特别好吃，是吗？现在越来越会炒，这好吃。不咸呢？咸。你能不能拿点钱出来请我们吃顿好的？等我从我爸那儿要了钱，我再给你。我都拿出一大笔钱来了，你看，褥子、被、床、冰箱，那冰箱早就有了。那这不都是我买的吗？再说，我要存钱。你存钱干嘛呀？我也有自己的小小目标。什么目标啊？啊？就你存那点钱，能存成百万富翁？没钱。有没有钱？没钱。我钱不都有六千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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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什么目标啊？到底说不说？说说说说说说说。我呀，我想存点钱，租个好点的房子。叶田接过来，给他个惊喜。叶田，他也在这里啊？没错，他也在这座城市。还没忘记他？你怎么这么贱呢？我就是忘不了他，我就被他套牢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他可不容易了。他每天晚上都去做啤酒销售。特别辛苦，我都会去帮他解决点销量的问题。
你可真厉害啊！作为你的同类，我感觉到特别的羞耻。他不知道是我，我就想，等我有了钱之后，再告诉他。哎，那大熊是我，他肯定特别开心，特别激动。行行行行行行，我看你是疯了，你看你个熊样，笨死了，懒得跟你这头熊说话，拉低我智商。哎，你们都不吃饭呀？这三只小熊都归我了。胖子，起来起来，干啥？家里进小偷了。啊？哎，看，你见过小偷吗？你这偷垃圾的吗？是啊，这小偷还兼职做了保洁。哎，陆杰呢？陆杰，陆杰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就小偷进来了吗？上来看看。哇！怎么样啊，胖子？那是你的床，这是你的，洋洋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太舒服了。我收拾的还可以吧？哎，陆姐，你这设计的不错呀。哎，你就别当赛车手了，好不好？你又懂设计。又会赚钱，你辛苦了。哎，算你们有点良心，知道我辛苦。可这后面的扫尾工作呀，就得交给你们了啊。没问题啊，行，必须交给我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今天早上的早饭谁去买？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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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给你们买早餐啊。胖子，你在家打扫卫生。你这属于偷懒啊。我怎么偷懒了？我去给你们买早餐。今天下午十点来我的办公室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仨拍张照吧。拍照。可以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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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对着大船乘风破浪，来拍张照吧，来来来，耶！小姐，我们现在是直接回酒店吗？周洋洋，原来你们都来中国了呀？你好。为自己心爱的人做点什么，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放开我，我还要喝。我送你回家。还是你对我最好，随叫随李师傅，请你帮我调辆车，行李可以直接送回酒店。我想先去个地方找个人。好的，小姐。
对了，你来中国干什么呀？工作。工作？对，工作。你有时间吗？我有话要对你说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上车吧。啊？你开。我开？你不是本地人吗？我刚下飞机，哪知道路？带我去兜兜风吧，去哪儿都行。上车啊！哎，哎，没想到你回国还开自由侠啊！国外开习惯了，还是开着自由侠最舒服。哎呀，你说这个洋洋啊，买个早餐都多长时间了还不回来，把我钱包钱都拿走了。饿死了我，说不定去跟哪个美女搭讪了呗。哎，你又干嘛去啊？我出去走走。你出去走，要不我陪你呗，你别丢了。我又丢不了，你好好在家干活啊，别想偷了。呵呵。发现我已经慢慢喜欢上这里了。喜欢就留下来吧，反正你要在这里工作的。对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啊？Flash 集团业务代表。哎，你不是学艺术的吗？怎么最后还是进了 Flash？ 因为我爱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喜欢赛车，所以我想走近他，看他到底有什么魔力。你爱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我。嗯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我没说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你来这里只是为了工作吗？是啊，是为了工作。当然，能和你见面，我还是很高兴的。我也挺高兴的，真的。对了，你坐了一天飞机是不是都累了？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我给陆杰和胖子买的早餐还在这儿呢，他们俩还等着吃呢。什么早餐？哇，油条，我超爱吃的。可惜我爸说是垃圾食品，不让我吃。我每次只能偷偷跑去唐人街吃，中国的味道一定更好。哎，这是，没事儿，等一会儿我再给他们买就是了。你现在拿去给他们吃，凉了也不好吃，对吧？这东西果然还是中国的好吃。笑什么？啊，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还会喜欢吃这样的东西。也只有在你面前我才敢这样。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。我是把你当做朋友才会这样无所顾忌。对，朋友。哎，我吃了这个油条，我才发现我在飞机上什么都没吃，现在好饿，我还想吃中国的面，你有没有什么推荐？哎。
心脏手术风险有多高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？李主任，因为我不想我的人生变得毫无意义，而且对您来讲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，不是吗？不然的话，你也不会给我回邮件的。的确，这种手术是可遇不可求啊。如果手术成功，你不仅可以康复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感。可是一旦手术失败，我也许损失一些名誉，多一次失败的记录，可是你却要丢掉性命啊。李主任，我知道您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专家，而且也喜欢挑战高难度的手术。我相信您对医生这个职业也有足够的热爱，所以才会不断地挑战自己，超越自己。而对我而言，做完这个手术，能够重返赛车场，能够重新的继续比赛，这才是我人生最大的意义。我相信您会明白我的感受的。是啊，我们医院可以说在全国做术后物理恢复治疗是最好的医院。如果手术成功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恢复到重返赛场。但是抛开手术风险不说，这个手术费用高昂，你又是一个外籍人员，又没有医保，你要想清楚啊。李主任，这手术费要多少钱啊？手术费加术后恢复住院费，少说也得20万吧。20万？嗯。你回去想想吧。谢谢你啊，李主任。不客气。李主任，您说你们医院是术后物理恢复治疗最好的医院。是啊。我想请问您一下，骨科在哪儿？出门往右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对不起，护士，我比较忙。你好，护士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是骨科吗？你挂号了吗？没来得及。今天号已经满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哎，您稍等一下。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哎，您认识他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在这儿做的手术？这些都是病人隐私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不是，护士，是这样的，他呢，是我哥哥，我们两个失散了好多年，最近才重逢。我知道他有事瞒着我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。这个疯子，你确实应该担心他。所以您认识他对吧？您能跟我讲一下他的情况吗？这个我真的不能说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来问您问题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您就点头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您就摇头，这样可以吗？他置换了人工脚踝，那他在这家医院做的物理治疗吗？我想问您一下，人工脚踝可以保证以后和正常人的脚踝一样吗？在这干嘛呢？过来跟我看一下病人。好。谢谢你今天让我这么开心。谢谢你送我回来啊。哎，要不要进去坐一下？陆杰和胖子都在。我今天其实还有点事，改天我再来正式拜访大家。哎，也行。那我回去了。对了，我们遇到天眼了。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。
好好的，你说你提什么天野啊？嘴欠，嘴欠，嘴欠，破坏气氛。你终于回来了，这都中午了，你才把早饭给我送。钱呢？请人吃饭花了。请谁吃饭花了？这我们就这点饭钱。行了，等我爸回来，双倍给你不就得了吗？你是不是刚回国就开始给我约会？你请谁吃了？沈璇。谁？沈璇，沈璇也回来了。他不会是追溯着你的脚步回来的吧？哼，追溯我的脚步，我可没那么自以为是。天野回了中国，他就回了中国。天野做了赛车手，他就放弃了艺术专业，进了 Flash 集团。他追溯着天野的脚步回来，那倒是真的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也对。哎，吃的给我，饿死了。沈璇把你们的油条豆浆吃了，给你买的面。可以。就爱吃面。就知道吃。试吃的你都喜欢吃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我觉得吧，沈璇虽然不是为了你回来的，但是他只要是在国内，还是给你们创造了不少机会嘛。行行行行行，吃你的面吧啊，哪儿那么多废话。哎，陆杰呢？陆杰不知道，起来说出去溜达去了，还不因为你，为了沈璇连兄弟都不要了。怎么吃面都堵不上你的嘴了？他也给我了，回来他也不吃。吃吧吃吧，两碗面总能让你安静会儿吧。哎，你把那个辣椒酱给我拿过来，自己拿。快点啊，我吃这个没味儿，这个。我回来了。你总算回来了，你再不回来我们俩都要报警了。你干嘛去了？发消息也不回，消失了。我去医院了。什么？你出啥事了？哪不舒服啊？啊，你心脏又出问题了？没有，我就是咨询了一下手术的事儿。什么？你不会你疯了吧？你知道这样的手术风险有多大吗？不仅风险大，手术费也高。那你就更别想了。像你这种人啊，只要不剧烈运动，注意养生的话，活到个七八十岁应该没问题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是穷人，我们承担不了这个费用，也承受不了这份惊吓。这次我跟胖子观点一样。可是我想赛车呀。天亮前睁开眼，等待光的浮现，终点前不停歇，我不会眨眼。 This one's for you，守护在黑夜。 This one's for you。 让恐惧穿越黑暗的撕裂，黎明总会再出现，任信念冲破在每个边界，谁也能逃这考验。看水流几团，不及一滴能失传，看白云千帆，终究逃不过聚散。假面战胜破灭的追赶，在黎明到达之前，天亮前睁开眼，等
待光的浮现，终点前不停歇，我不会眨眼。 This one's for you， 守护在黑夜。 This one's for you。This was fun.